宋朝的大文豪，就是用我自己的记忆去刻这个大文豪的内心世界。是比较细腻的一种材料，这个颜色比较协调的，这个木头也比较珍贵，保养木比较结实的，就是说你在落空方面很多的地方下一定要手把抓手要稳。在做苏东坡呢，我在技法上呢都比较都是用了一些那些那个比较写意的东西进去，各方面都用了动感比较写实的进去。做进去了，像我的就可能把这些手的东西就是全部都不做了，就直接把它含糊过去。我对这个脸部的特写要求非常严格，一定要达到跟诗跟那个这个到一个大文豪，宋代的大文豪啊，跟他那种心跟境界都要融合在一起。东西都是我自己手工做的，就是平时呢，我做这个雕刻的时候呢，有些工具都不是很顺手的，这些都是我自己用那个白钢啊这些东西自己做的，比较顺手。刚开始还没学这个木雕的时候是左撇子，后来发现了这我在木雕中啊，渐渐的也实现到了，两只手呢就方便多。真的方便很多，比如说像这样子做脸部的话啊，像这样子做脸部的话，比如说我这样子做，有些反过来，一般有些只是这个边做，这个就不方便。像我比如说就这两只手反过来，就可以一步到位。